尊贵的会长，晚上吉祥。尊贵的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吉祥。今天我们接着继续来学习音标。今天呢，我们来想学习两个新的音标，一个是两个都是短元音，一个是短元音二，一个是短元音二。OK， 我们呢先看爱丽丝老师的她的这个视频，我觉得爱丽丝老师她教的这个方法，就是怎么发这两个短元音的方法，是非常的容易学和容易记。OK， 我们现在开始。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两个音，这两个音比较容易混吧，对，比较容易混，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的这个音，一个是 schwa sound， 就是那个中央元音，你带钱了吗？没带，就是这个音，这个发这个音的时候呢，这个口型还有这个舌位是比较放松的啊，发这个的这个音，后面的这个是的这个音。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练，因为这两个音是有关系的啊。我操，喝完这个东西好更渴了，你们稍等我一下，我喝口水。首先呢，我先讲一下发这个schwa 这个音，就是这个中央元音。它为什么叫做中央元音呢？首先，它是这个发这个音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口型跟嘴巴，它是很放松的，所以就导致它发音的这个位置是在中间。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抽象的一件事情，你们也不要去刻意的去说这个中央元音这个发音是中间到底什么意思啊？你需要做的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口型放松，你放松的时候怎么放呢？放松的话肯定不是把嘴巴闭起来吧，对不对？把嘴巴闭起来是不放松的，放松的就是这个音，就是这个感觉嘴巴微张啊，就这样，它就是放松的啊。然后呢，这个舌位是什么样子呢？舌位就是放松的舌位。那你放松的舌位呢，你也不可能把它撑到中间，对吧？你就让这舌头躺在那儿就行了，就是。也不用把它，也不用让舌头压到最低，就是放放松就可以了。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带钱了吗？没带，就是这个的这个音就对了啊。长一点就是那个长元音，的这个长元音；短一点，就是这个中央元音就可以了啊。然后，然后那个我们在知道发这个音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音啊，等一下我们后面几节课会牵扯得到，这个音是最常见的英语当中最常见的一个发音，就是一个的这个音，这个音啊。好，然后当你发好这个音的时候呢，你只需要怎么办呢？你只需要在发的这个基础之上，你看我这口型没有这个口型，把这个口型再打开一点点，这个就是这个三角形的的这个音，舌头是一样的，舌头不动，简不简单？就是好，我们试着读一下啊。我先就是跟着我这个节拍走，比如说我们读两声这个这个音，第三声读的这个音，就是你读两声然后第三声就可以了啊，就是你在读然后最后那个口型再张开一点点啊，就是这个 bus 的这个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啊的这个音啊。来，一起来试一下啊，就是这样的音，懂？是这样发音啊，对吧？比如说 come， 还有 drug。other， 好不好？后面
flood 啊，还有这个爱love 啊，后面 bus bus 是这样发音的，这个大家都懂啊，这个比较好发。好，然后呢，比较难发的是这个，所有的元音后面加一个 n 都是非常非常难发的啊。像这种音怎么办呢？也是你需要练，怎么练呢？发一个啊的这个音，发一个啊的这个音，然后因为它后面是一个 and，对吧？我们有讲过 and，今天讲了第三次了啊。就你发这个 and 的时候呢，发一个嗯的这个音，就是你的舌尖抬起，顶到上齿龈那里顶死，有一部分气流从鼻腔出来，所以它是一个鼻辅音。然后有一部分气流呢，它是从舌头两边出来的，就是嗯。那所以它这个音怎么发呢？就是啊，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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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然后 on，我把这个东西调的再大一点啊，让大家能不能看到我这口型，发一个啊的这个音，就是三角形的这个啊的这个音，然后这个啊就是基础之上发一个 n 的音，就是 on，就是 gun，fun，fun，sun，sun，最后的这个音一定。要把你的那个舌头顶到上齿龈那里顶死了，才能发这个 and 音。如果没有这个动作的话，很容易就变成 song，啊，变成这个音了啊，就变成很厚的那个长出一只脚的这个音了，就变成这个音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养成一个习惯，看到 and 的时候，看到这个音标 and 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舌尖抬起，顶到上齿龈，and，on，Gun, fun, sun 啊，是这样发音的，好不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历史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好，然后也特别容易的这个学。他这个就是说发这个短元音，这个就是他把这个短元音啊，两个短元音给它联系起来了，就是说这个和这个啊。他把它联系起来了，OK，我下面就是想请这个老师同学啊，就拿麦说一说，就是说一说他这个，爱丽丝老师啊，告诉我们说发这个是怎么发的，这个有什么小技巧或者是小窍门告诉我们有没有想，有没有记住？他举了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这个实用哦。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他举了一个例子，你今天带钱了吗？就好像我们就是在思考的时候，嘴巴这个是放松的，我们放松的时候，对，就是好像在思考问题，我们的这个舌头，对，没带钱，这个舌头就是自然的躺在这个我们的嘴唇里，就是这个舌位是这样子的，这个嘴唇也是这样的，然后发小，就很简单。我自己在学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简单哦。大家可以在下面模仿一下啊！你今天学习了吗？就是这个那这个啊呢？他说了，在他的这个这个牙齿啊、上下齿这个基础上，再稍微大一点，我觉得爱丽丝老师特别的厉害哦，她就这一个方法，让我们把这两个音标都给她学会了。OK，好，下面呢，我是举了一些个例词，这些个例词呢，我先把它读一遍，你接下来呢，想请老师和同学上来拿麦，再来读一下。这个读的时候呢，我觉得王老师这个拼读法呀，这个
音节的这个拼读法特别棒，我自己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受益。OK，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就是这些是音标和单词。下面有没有老师和同学积极的上麦来演练一下？OK。有没有？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啊、哦，小吉师兄，OK，非常好。下面有请小吉师兄。山鸡，我错的，请您及时帮我纠正，谢谢您。惭愧。哦，好，有请。bus。好，小吉师兄发的非常棒啊、哦！另外，这个今天这个地方，today 这地方就是，因为它我们发的时候为了发准是的是但是在这个具体的单词当中呢，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它不是重读音节嘛，所以发的时候这个要发快一点，today，对，today，today，对，对，today，我们要说，但是您这样拼是对的，就是你为了把一个个 t，a，day，today，today，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是在具体的说话当中的时候啊，就是在句子当中的话，就前面这个要读清一点，是这样子的。啊，好，好，感恩老师，谢谢您。惭愧。OK。另外，这个小吉师兄能不能把这个"切"和"歌"这个音再发一下呢？"切"和"好，歌切，切歌，”，歌切，cut，cut，cut，好，这音发的是对的啊，cut，cut。
cut. OK， 很好，着了很好，着了很好，对音比较好念，关键是课后这个后面的多念念就行了。OK， 呃呃啊，这一下把两个音标都给它念出来了。好，下面有没有其他的老师和同学想拿麦念的？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再看一遍这个录音，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 ？OK， 天光 ，OK， 好，有请天光师傅。谢谢老师，我读一些，然后我安静帮我记一下。好。啊，对吧？啊，您这个音啊有点太靠后了，它这个音它不是靠后的，这个音不是靠后的。比如说，你就啊啊，很自然的，你说啊啊，不是啊，就没有那么靠后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它很清脆的，它清脆啊啊，知道？您再试一试。啊啊，对吧？对，现在好多了。对，但是他这个，这个嘴巴呀，我们看那个爱丽丝老师也发现了，他这个嘴巴之间牙齿之间不能张得太大的。好，不能太大，大概一个手指头多一点的样子。啊，啊啊啊啊，是这样吗？啊，对，现在好多了。对对，现在好多了。啊啊啊，对啊，对，现在好多了。啊啊啊啊，对的对的，现在好多了，越来越好。OK， 啊啊啊啊啊，好，非常好。您现在把这个单词再拼读一下好吗？好的。啊 ，bird， 对不对？啊，这样子，啊，爸爸爸爸，爸爸，对，您把这个再拼一下，这个音节再拼一下，好的，啊啊，爸爸爸。啊啊 ，bad bad， 是这样吗？这个音，这个单词拼的是非常标准，但是这个啊呀，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它很轻松就发出来了，这个声音是很轻松的，啊，就是像老师这个安妮斯老师刚才说的，比如说你今天学习了吗？你犹豫一下，就是这个这个舌头不要动，舌头就是在这个口腔这个这个位置，然后然后嘴巴再张大一点，我再读一遍。好，声音呢？对吧？还是行吧。对，不要靠后，这个声音一定不能靠后。很清脆，很清脆，不能在就很难受或者怎么的，就是很里面不放松的，口腔是放松，很自然的就说了对吧？我感觉您的嗓子里啊，好像是在使劲儿，压的声音了，是吧？对，压的，压了，压了，对吧？上，对，不要压，放松啊啊，不要压着它，就放松，放松啊啊啊，对，再把声音，对，现在就好多了。对啊，因为它是个短元音，所以要读快一点啊啊啊啊啊啊。啊，对，嗓子里不要放松，再放松一点。好 ，OK。好，谢谢老师。好了。惭愧惭愧。OK， 时间也到了哦，
非常惭愧，对不起，汪老师，你想汪老师对，OK， 好，好，那要不请这个天光，师傅继续把它读完吗？好的，然后，啊，把这个读完。cut， 我的妈的字，好直接表情，茶杯，我再读一遍吧，茶杯，茶杯，cut， 好，这个这个嗓子你还是有点就是压着它了。就是有点压着他，不要压着他，让他放松，放松，不要压着他，对，不要压着他。好，你可以就是继续的在念，好。另外这个对吧？可以吗，老师？对这个对，是后面的forget还有这一个是 day， 这个是today，OK， 是这样子的。OK， 回去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视频，爱丽丝老师的视频发到群里，你回去的时候啊，就是照着视频反复的这个去感觉，特别是这个爱丽丝老师讲的这个，你今天吃饭了吗？他说这个包括这个舌头的形状和这个嘴型，就是我们发这两个音的关键，这一下子把两个音学会了。 OK， 好，是我觉得他特别的有技巧。好，那下面有请真武师傅。谢谢老师。惭愧。forget today。 好厉害哦，好厉害，这我说好厉害，谢谢老师。对，好厉害，真的是好厉害。他这个短元音的这个有时候都或者都可以的，都行。是，真武师傅真的是好有语言天赋，真的好厉害。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地方，非常的感恩汪老师，占用了您的时间，好，也非常的感恩大家，对我谦卑的接受、包容和聆听。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好，尊贵的会长晚上吉祥，尊贵的师父、老师、同学们晚上好，又到了我们学习章程的时候了。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章程。那么我们章程第三章的第一小部分已经接近尾声了，快学完了。对，有这一个年度会费这部分学了就结束了，第 Division 1第一部分就已经没有了。好，那我们上一次呢学到的是12点的第二小点，然后第二小点让大家去
试读了一下单词，那我们今天还是先从单词开始。好，因为上一节课好像读单词的时间不是特别多，那我们今天就来把这些单词啊好好的学一下。好，我们首先来听一下。Each 每个，这是指每个 each。Each each 第二个单词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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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单词，第二个单词 pay 是支付的意思，它是动词。好，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单词，第三个单词是指会计、财务主管。Treasurer 把它分成三段 Treasurer 重音在前面第一个音节 Treasurer Treasurer，然后音调是从高往低走 ，treasurer treasurer treasurer treasurer， 好，我们可以再听一下 treasurer treasurer， yeah right treasurer， 好，最后一个单词 first。First,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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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OK, 拖长一点。First, first, first, 第一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看一下 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committee from time to可以看得到这四个单词我们没有学其他的，其实这个 pay 我们已经学了，这是 payment repayment。 好，那现在来把这四个单词上麦读一下。 OK， 请九九方乐老师。Good evening. Each, each, pay, pay, treasurer. First, firs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九九方老师 ，wonderful， 谢谢您的领读引领，好。期待更多的人来读这几个单词，因为咱们把这几个单词读熟了啊。OK， 有请我们尊贵的副会长 ，Please。好的，尊敬的王老师，晚上好，我来读一下。Each, each, pay, pay, treasurer.Treasurer, first, first. Perfect, thank you. Perfect. Thank you so much. 太赞叹您了，发音太标准了。
谢谢副会长的引领。好，下面有请艾林森师兄。老师好。 Eat Pay Treasurer First Great Well done, thank you so much。 好，下面有请文书师兄。好，我来试一下。Each, pay, treasure, first. Great, 文书师兄，很厉害，厉害。你读得很好哎，教得很好，谢谢老师的教授。很棒，谢谢。好，下面有请曾牧师。谢谢老师。Eat, pay, treasure, first. 好像第三次没读对吗？对，三个单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我把它分成了三个音节，您看到了吧？然后第一个音节它是重读的。它这个音节读 tree 不是堵塞吗？啊 tree a 嘛 a tree 然后 tree tree 是不是？它是读 a 还是 a 啊？ a tree tree A 变成 J 了吗？它合在一起啊。那怎么读？您教我一下。Treasure。然后这个读什么？这这个他读纸 right 纸不是读纸儿啊纸。那这个读什么？对，拼不来啊。Treasurer 对的吗老师？我们来听一下啊。Treasurer Yeah, right. Treasurer 这个然后这个读 九那这个是读然后起，它这个对应的九是不是九合在一起是不是读九九是吧？九后面这个是二然后这个 R 发热是不是合在一起就是 treasure yeah right 现在读对了 treasure 好的 yeah right 谢谢老师是有点难哦、yeah. 好 OK 好谢谢曾牧师 treasure OK 它是从高音读往下读 treasure 所以你后面那个 jure 都要发音比较低OK, 好，下面有请伊宁老师。Hello, Hi, Good evening, Daisy. I like to try. 我就不拼啊，就是按照这个。不拼，直接读。OK, each, pay.Pay
treasure, treasure, treasure. First, first, first. Thank you. Yeah, wonderful.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谢谢，非常感恩您的领读。好，范老师啊、范师傅说代拼一下。我刚才就是在读 trader 这个单词的时候，不知道您听到没有，就是带着曾务师傅发了一下，希望您听到了。OK， 好的，好 ，OK， 好，那 anyone else 来读一下这几个单词？我们把这几个单词读完了，然后我们就来回到课文当中，回到我们的章程当中。好，好，有请范师傅。是晚上好，我视频一下。哦。Each,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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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asurer, first. 呀、yeah, ，您读得很好哎，好厉害，范师傅。谢谢老师。厉害了。刚才跟着前面的几位老师读，对刚才那个会计的那个我读不出来，刚才郑博士在读，所以让老师再拼一下，谢谢你，太感谢，太好了，哎呀，太好了，您读太棒了，太感恩了，谢谢各位老师的领读。好，那么下面有请小菊师兄，您上次自己把这些单词好像是拼出来的，然后您还自我修复了呢，看一下这一次您读的怎么样啊？刚才我又听了老师读一遍，我有点失忆了，刚才我又跟着学了一回。感恩老师，好，有请。Each, pay, treasure, first. Great, 小菊你好厉害哦。这个 treasure, yeah, treasure. Treasure. Yeah, right. 谢谢，现在是完全理解了，没有问题。厉害。太棒了。好，我们还有老师或同学要上来读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回到正文部分。我刚才这个拼不出来，您现在拼出来了呀，范师傅，对吧？好的 ，OK， 那就没问题。好，那我们回到章程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关于年度会费的第二点。那这句话是说每个成员，each member， 每个成员必须在每个财政年的第一天，或者是在委员会不时决定的另一个时间，向财务主管支付年度会费。好，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协会的财务年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啊？你们知道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每个财政年，我们协会的财政年是从哪一天到哪一天？ Yeah。对，英语的老师和我们的会长都打出来的，我们是按照澳洲那边规定的财政年来的时间来的，就是我们的财政年，比如说是本年的7月1号，然后到第二年的6月30号，
在这个期间的12个月，我们是在澳洲，它是叫做每个财政年的，它跟我们中国还有点不一样。我们在我们这边的话，大家可能都以为财政年就是从1月到12月，但是在国外是不一样的，在澳洲那边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知识的话，大家还是要科普一下的，一定要知道。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句话。好，那么 each member 每个会员，那我这里翻译的是每个成员，我这里写一下每个会员吧，我觉得每个会员会更恰当。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这句话貌似很长，但是它的主体部分呢，只是 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它的主语是 each member, 每个会员。谓语是 must pay, 必须要支付，然后宾语呢就是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宾语是年度会费。它这一整句话就是说每个会员你必须要交年度会费，然后大家看我括起来 to the treasurer, 它这是一个不定式的短语，它是对这个主句进行补充说明，告诉我们我们交费的对象 pay to, 我们交给谁呢？ to the treasurer, 是要交给财务主管的。我们这个会费，年度会费是要交给财务主管的。啊，大家要听清楚啊，这个是要交给财务主管的，我们的年度会费。OK, 好，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是在，这里又有一个 A of B, 就是 B 的 A, of 引导的，这里也是一个 A of B, 这也是一个短语啊，时间性的短语，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在每一个财政年 ，each financial year 是指每个财政年的 the first day, 每个财政年的第一天，或者 or another date, 那这里的 another date,它这里的另外一个时间呢，就是跟前面的每个财政年的第一天，它是一个并列的意思，或者是另外一个 date, 或者另外一个时间。那么它后面在这个 another date, 在另外一个时间的后面呢，它又用来形容词性的一个两个介词。Determined 是形容词，它是 date 的后置定语，就来修饰 date 是一个决定了的时间。然后呢 ，by 还 by the committee 是一个介词短语，然后 from time to time 也是一个介词短语，然后也是对这一个前面的 another date 的一个补充说明。也就是说，后面的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From time to time, 全部都是来修饰 another date, 是另外一个日期，是另外一个日期是决定的，是不时的，委员会不时决定的一个日期。好，所以呢，我们这句话就是这样翻译，每个会员必须在每个财政年第一天，或者在委员会不时决定的另外一个时间，向财务主管支付年度会费。那由此可见，我们最近不是在交年度会费吗？那我们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交年度会费的时间是在这里面的哪一个？是在这里面的哪一个呢？是每个财政年的第一天呢，还是在委员会不时决定的另外一个时间呢？
请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对的，我们因为如果是每个财政年的第一天的话，那就是7月1号我们必须要交。但是呢，因为我们最近才交那个年度会费，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是委员会他们决定的一个时间，然后通知我们的。Hello， 会长，您打了问号，请问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您可以拿麦说吗？没有，三个月交齐。Right， 对的，对，会长说的对 ，Sorry， my mistake。好，那这里的话就涉及到了我们下一个内容，就是说，除非委员会另有规定，否则在截止日期后的三个月内未缴纳会员会费的会员不再是会员。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缴纳会费，它是有时间，有个时间段的，是从7月1号到10月1号吗？还是10月30号？7月1 ，OK， 也就是说从7月1到10月30日这三个月之内缴纳的会费，我们是有时间段的。那，这个月底还没有交的是自动除名。那他这里说每个会员必须在每个财政年第一天或者是在委员会不时决定的另外一个时间向财务主管支付年度会费，我们没有重新规定其他时间。那我们这里的这个时间是属于哪个部分呢？好像都不属于这里。每个财政年第一天或者在委员会不时决定的另外一个时间向财务主管支付年度会费。那我这里有第一天开始交会费，日期可以三个月。那这样子的话，那我的中文翻译就是有问题了。每个会员必须在每个财政年第一天。这个地方可以请大家讨论一下吗？我现在如果是说在每个财政年第一天的话，那么它这个时间限定就只有一天了，这样好像翻译的是不对的。后边一句有解释，您是说这一句吗？除非委员会另有决定，否则在截止日期后的三个月内未缴纳会员费的会员不再是会员。 OK， 好的，如果是把这一句话连在一起理解的话就没有问题。那这里的话翻译，我还是想请问一下这个 by 应该怎么翻译呢？这个 by 在这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把章程的内容就学清楚，然后大家就比较能够了解。那要不这个问题的话，我下面再去思考一下，好，再去讨论一下。然后我们现在还是先把这个英文部分先看一下。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好，那这句话刚才我解释了一下，然后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对这句话的成分还有没有问题？好，OK， 如果没问题，那咱们就
把这句话读几遍，然后请大家上麦来读。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好，请大家上来读一下这句话。好，请有请九九咖啡豆老师。Two, 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y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Thank you. Yeah,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谢谢九九咖啡豆老师。好，下面有请艾琳孙师兄。老师好。Each member must pay.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Great, great. Excellent. 好熟练哦，看来您前面都学得蛮好的。Hello, 还有其他的老师或同学们吗？你们是觉得这句话很长还是怎样？是太长了吗？其实圣诞词的话，这里面大家前面都学了，其实都没什么圣诞词，就我们今天学的几个，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觉得这句话太长了。好 ，OK， 下面有请动物师。我来试一试啊。好，试一下。嗯，好。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Yeah, treasurer.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是吧 date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Great, 动物师傅厉害，谢谢老师鼓励，很厉害耶。好，下面有请伊丽老师。Good evening. I'd like to try. 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y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我再读一下好吗？ Okay, please.读这个音标，好，谢谢。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Thank you.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啊，下面有请我们的副会长 Maggie。Hello, Dizzy. I'd like to try. Thank you. Here we go. 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So wonderful.
Thank you. 太享受了，听您读英语，厉害厉害，谢谢。好，下面有请文殊师兄。老师好，我来试着读一下。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by the from 10 to 10. Yeah, great. 不是用为我，这么长你也读下来了。哎，谢谢老师，我中间那个一下有那个新单词还是不熟练。那个您熟了就不会，就是还是熟练度不够，变数到量的就 OK 了。哎呀，太谢谢老师耐心的教导。不会，惭愧惭愧。好，谢谢您。好，下面有请觉醒师兄。啊，老师好，我来试一下。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Great, 觉醒师兄，厉害。谢谢老师。厉害厉害。好，下面有请法龙师兄。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Thank you. Oh, thank you so much. 有个单词，这个单词怎么读？ Hello, 法龙师兄您还在吗？这个单词读 determined. Yeah, right.Determined. Yeah, yeah.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法龙师兄。好，下面有请范师傅。好，不太会读，我试一下。我这个地方你给我试一下。嗯，好。Hi. 谢谢。嗯 ，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Wow, great! 请问这个单词怎么读？您只有这个单词没读准，其他都读准了。Date. Yeah,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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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right.厉害了，厉害了，范师傅您太厉害了，真的。不是不是，是前面的师傅老师和同学们读得太好了，谢谢。您也蛮厉害的，您这些说明您很用功，把这些单词都掌握了。是前面这些不都已经背过了吗？然后就是今天晚上这几个深的单词不会，前面已经背过就记得了。所以您厉害啊，就是您前面下功夫了，所以后面的话就比较通顺。嗯，三回去老师们教得好，师兄们读得好，然后我又跟着学了一下。谢谢老师，谢谢。赞叹您，赞叹您。好，下面有请王老师闪亮登场。So I say, see, now let me try.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好，我再来一遍。好的。Each member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t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Thank you. Great, great. 太厉害了。王老师，你以后要早点带我们读啊。好的好的 ,Thank you so much. 好，那我们今天当前学习时间就到了，然后现在就到了伊丽的老师带领大家背诵的时间了。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see you, bye bye.